闸门打开了，今天这场新马赛跑的是1400公尺的草地赛事啊。那暂时殿后的就有这个永仁啊，还有六号的盛天，前速也是不快的。那守在内侧的呢，就是大热门的大简约，他现在呢在内栏的位置，但是中间再上来一匹戴丽娜跟他抢前领的，跟着外面再上来的还有紫色彩衣的大力水手，然后才轮到谢哈布，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是街头梦想。那另外呢就有神山之光是在内栏，跟着呢就还有荧幕快照在他的旁边呢、啊。那另外呢就有赢得福人，大概是一个多马位之后呢是7号的独占天下，后面再上来的还有盛天以及这个11号的永仁，是远远落后前面领放的马匹了。那刚刚过了600公尺的时候呢，现在就是绿色线条彩衣的大简约，他还是在内栏的位置啊，继续的这个前领。不过呢，戴丽娜也是一直在他的旁边，跟着中间再上来的呢就是紫色彩衣的大力水手啊。转入这个400公尺的时候呢，今天大力水手的走势好像不错啊，他现在在中间呢、啊，跟着呢外面再上来的就是这个追逐梦想啊，反而是这个大简约没有了。那现在看看外面上来的马匹吧，还有4号的是赢得福人，赢得福人的走势很好，赢得福人在斗追逐梦想，赢得福人在这场赛事最终30多块钱赢出来，跟着是追逐梦想啊，谢哈布，然后应该有荧幕快照或者是这个9号的大简约。那再来其他的这个马匹呢，就是中间的盛天，跟着呢就还有独占天下，然后呢是神山之光，跟着呢就是戴丽娜，另外呢还有永仁以及大力水手。好了，4号的赢得福人啊，这匹马最。